我自己认为的唱歌唱得很好听是两种人啊，一种是所有他的技巧都非常非常好，另外一种就是几乎没有技巧的干净。你是哪一种啊？啊？我是。他是发明这两种的。对，哎，说得真好，大王老师不要这样。我之前有看过他的一些片段。因为他特点就是万物皆可山歌，所以我想让你就是在老师面前展现一下你的万物皆可山歌的样子。那就你的吧。我的歌，天空尽头的角落，在角落，在角落。 J-pop 他刚刚唱的那个有一点点像是山歌的一种吟唱的方式，你可不可以跟老师来玩一下？来吧，听说你们对于现在这个组合有一些焦虑，年龄上的焦虑吧，因为今年25了，引起了公愤。我42，我还在唱跳，哎，我55了，我依然美少女。